只要能救玉郎，我什么都愿意。你说，这天上会不会有神仙啊？啊？什么？若此刻下来一位神仙，他对我说：“本仙看你资质不错。” 欲带你回天界修行，你可愿意？我自然是愿意的。可玲珑尘缘未了，实难舍弃。那神仙又说， 我以法力救你情郎，代价，让你与本仙修行3000年，你可愿意？那我也愿意，只要能救玉郎，我什么都愿意。 师姐，不好，又要走火入魔了！来人呐！玲珑，大师姐，你终于回来了！你不知道这一天一夜发生了多少事。小侄莫哭，事情缘由未知晓，有师姐在，玲珑不会有事的。师姐。 大师姐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全脉逆行，乃是必死之举。赵大哥已经赶回去了，我们只能再等等看了。师姐，玲珑，师姐，玲珑。